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薛英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。哎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不过说到文化的深奥，不要说你不懂，连我也不懂啦。不懂怎么办呢？那就赶快叫朋友一起来玩《古剑奇谭二》，好好研究研究啦。哎，还不赶快去救人？都几岁的人了，还要惹我生气啊？璀璨中华，抵达巫国，在游戏的世界中也是一样。《古剑奇谭二》将带大家游览神州大地，在经历刺激冒险的同时，玩家将通过《古剑奇谭二》博物系统品味古剑世界的精彩。全新的游戏自动剧情与封存系统将带来更加方便舒适的游戏体验。博物系统就像一本游记，收录玩家问道旅程上的所见所闻；怪物图鉴则记载了玩家遇到过的对手资料。通过查看怪物图鉴，玩家可更加深入了解对手身份及能力。游戏剧情将通过类电影的形式呈现，剧情过程中玩家无需任何操作，剧情将自动播放。如此一来，玩家可以专心欣赏剧情，享受到真正连贯顺畅的故事情节，全身心地融入到故事当中。更多《古剑奇谭二》的系统报道，敬请持续锁定《电玩宅速配》喽。